着曾德荣台北报道，伊奈拉摩蒂麦蒂芬梅肯日前爆出未婚怀孕17周肚中宝宝是男娃，但父不详，还公开帮肚中娃儿只求现成老爸，包办母子俩的后半生，似乎引来网友批评。他竟在脸书发火呛声，如果我要小孩有爸爸随时都可以，还抢破头孩子抱，其实孩子的爸爸每天都有打电话关心我跟宝宝。 T-Mate 竟在脸书痛斥，女人不是温室花朵，我们知道怎样是对宝宝最好的，天下父母亲尤其是在肚子的宝宝母子同心，其实孩子的爸爸每天都有打电话关心我跟宝宝，请问你觉得他会持续一年两年？没有爱情是永远的。接住 T 妹话锋一转，爆料多少知名艺人整天在荧光幕前晒恩爱，先生叛命跑酒店玩很大，偶尔还会带小三去，全部都是知名星好爸爸，多少干部都会排给我看，我也亲眼目睹过。当然我们不会说，毕竟是个人隐私。请问食魔教型是幸福？ T 妹认为单亲妈妈才是最勇敢的人，可以为了小孩好做出最适合小孩的决定，多少有条件的女人一样可以挑选，而没用不独立的才会哭哭一定要某人负责，不然对方就是渣男名媛蒙住眼睛将就在一起才是可悲。 T 妹爆出怀孕后只求现成老爸，被网友攻击忍不住抓狂，反射自脸书。 T 妹被网友攻击在脸书发火呛声，反射自脸书。